970啦 ，two feet shot， 可以影近啲。抹咗呢个位先，打洞咗一段时间噶啦。咁啊，之后用阿苏啦。解開曬成個 full 睇曬成個 cock 嘅，咁啊首先長針插落去先啦，睇曬成個 cock， 咁啊睇下佢有冇跌落去咯。好，咁首先呢一隻插一少少先，誒有啲喐，有啲危險啊！佢 cock 跌咗落去。掹少少上嚟先 ，OK， 少少危險啊！再插入少少先，好，儘量阿蘇要入少少，再拎上少少，因為呢個 cock 比較難搞啲，我動入佢，同埋因為1970嘅關係，OK， 咁要撳實佢咯，繼續。斷了一點點，好，差一點點而已，那去到最尾那一下要小心，因為最尾那一下可能會爛了，最尾 OK， 差一點點，那最安全呢就慢慢來這裡，這個位置OK， 咁啊正常咧就會咁樣開，咁啊佢比較腍少少，同埋我成個阿叔插咗落去，咁啊成個 cock 抹一抹先。好啦，咁入邊咧仲有少少渣嘅一啲位，所以咧都要夾翻佢出嚟。咁啊，正常咧。就攞啲紙巾，或者攞個叉，或者攞個飲管都得嘅，咁啊撩翻佢出嚟咁嘅啫。好，就係咁啦，影完。